司令死了。你要记住，不管别人问你什么，据实回答，其他的一概别删。谢江，出来。有人来看我吗？算是吧。走吧。可别再回来了，就走吧。你们是怕的，就是。这是你的认罪书，签字吧。毒杀司令？我没有。不签？我没做过的事为什么要签？拿过来。嫌犯谢湘认罪，并签署了认罪书，毒杀司令，判决死刑，立即执行。我都说了我没有做过，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，我不认。太吵了，你们这是污蔑。让他安静点。饭桶，一群废物。